来到兔女郎的宇宙频道哈，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的忙碌，但在忙碌之余也要照顾身心灵的健康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啊？老婆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建国浴室，就是卖浴的地方，不是洗澡的地方哦。用洗澡来满足身心灵，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嗯，不好说。好啦，走喽。很认真在看水晶，我不喜欢这一看。你比比看，这他看不到，这是，不喜欢，给我买啊！我喜欢这一颗，给我买吧，宝贝。Hello。你在挑什么呀？有挑到喜欢的吗？搭配。这样。嗯哼。这样长度可以吗？那它就会再挂一个东西，它就会在这里。它就在这里。可以啊。在这里。家兔宝宝要把他刚刚买的石头给打孔。师傅在帮我做这个穿孔的位置，我的项链快完成了，好开心哦！是鱼夹上去了，还是怎么？还是我要回去给他们夹？他们有那个对，好啊，那。这个是干的，没关系，我回去弄好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很硬。好，很开心，终于穿孔了，弄好了，戴起来。控制一下表情。好了，搞定了，我要把其他拿掉。好，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好，还在挑，我真的太小看他了，很会买，挑的真的超漂亮，你自己看，你现在拍镜，超美的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很会挑，好不好？是是 ，Hello， 你是不是有点惶恐？这不是惶恐的形容，老板在算钱。你很害怕，我看到你的脸了。来，我看一下你的表情。谢。老板现在是充满着笑容在结这个单呢。你知道那个石头多少吗？不知道啊。那个是快2000块了。哪一颗？月光。哦，好会挑哦！去死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需要那一颗石头，你真的需要那一颗。带来幸运之石，是不是？里面不要这样啦！他现在口罩戴着，我们看不到他的表情。但其实他问他红纹石真的，我算你有便宜。其实表情怪怪的。红纹石多少钱？很贵吗？190应该是便宜的啦。690啊，买690，好吓死我了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就是买了三个，很准。我有说我会买三个吗？对，我有说吗？有，我有说吗？有，有。我买了四个啊。他在付钱的啦。不好意思，存不了，等一下。面露不开心。面露奇怪的笑容。妹妹在干嘛？在挑链子。那有选到喜欢的吗？我看。不要举这么高啦。搭配刚刚买到一条项链，好可怕哦！你知道你那一颗多少吗？不要讲，会吓死大家！不要讲，好吧。又来制作我第二个项链了，呵呵。拉力马的项链好漂亮哦！哎嘿，他在夹我的项链，觉得这条一定很漂亮。我把头发拨一下了，哎呀，可以吗？好看吗？那你看，好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看这样，好，超适合我的啦，赶快去看了。我们刚刚已经购物完毕，花了非常多钱，真的花好多钱了，然后买了两条，我现在我知道一堆东西很夸张，我买了一个这个紫色的。有一种像能量宝石的感觉，超漂亮。然后一个是这个拉力嘛，也超适合我，两个都是我的颜色。先把它收起来。好，影片就在我厌世表情中结束。还没。好，你说。我怕你还说要买东西，我很害怕。我刚刚最后到后面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高级区，我就很后悔，想说我怎么这么晚才来这里？那边感觉有更多宝藏，所以我下次还会再过来一趟。我觉得好美哦，我觉得好像进入一个奇幻 Wonderland。我觉得进去之后出来，就好像你从梦幻的地方回到一个现实的地方。我真的是，我现在出不来哎。而且平常我都没有什么力气逛街，那我今天整个是有火力全开。对，好啦，你可以结尾了，谢谢。好，影片就到这结束，大家讨人厌的表情都结束。拜拜。我刚刚才出来一下下，我就已经觉得没有力气，我的。力气因在浴室而生哎 ，Oh my god， 好累哦。谢谢。走，吃饭。走，吃饭。